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来试玩这个《Last Day on Earth》，这是一款生存游戏。那看一下这个东西啊，来个重玩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恐凤，OK，他要输入这个20862086对。因为我已经有玩一段时间了，但是我觉得要重玩，这样我才可以录嘛，对不对？OK，confirm，确定一下。OK，我们现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到底有没有重新开始啊？没有，好吧，没关系。一开始出生的地方呢，在一个地图上面的某一个地方嘛，OK。然后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我要搜刮这个车子，车子的东西我都搜刮来了。然后我手上的东西是从别的地方搜刮来的。然后你可以盖房子，就是按这个，算是 hammer。这边可以盖房子、盖地板，或是盖墙壁。然后家具的话是可以盖在这里面。然后可是要先去学习。OK，那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的，奇怪，衣服不见了，好吧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附近的东西都可以搜刮。这个黄色是那个鹿啊。杀死鹿的话，可以获得一些肉吧，然后一些资源。然后红色的是僵尸，有那僵尸走过来了。被打，干掉他！僵尸把他干掉不会掉东西欸。啊，需要那个斧头才可以砍树，这个的话应该是铁吧。地上的石头可以捡，目前还没有学习到新的东西啊。OK，它这边还有，这边需要购买的，就是一些资源，然后木头、石头、食物，然后经验值、钱、bug。我现在有收到那个水跟食物啊，我现在东西满了，不能拿。OK。那这个游戏我还在测试，它可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玩法。先把它干掉了，居然不会掉东西啊！它死掉就地图上出现叉叉，哎，有它的血条，把它干掉了，给这边的丧尸我清理掉了，那奇怪，我要怎么变东西出来啊？还在研究它。那它现在没有中文版的，目前我没有看到中文版的，我觉得未来应该有吧。然后，OK，我们先到地图外面哈，可以去搜刮一下其他的东西。不过，是不是要先把东西先放在家里面，等下被人家杀死就没了。这怎么弄啊？Backpack packets，OK。哦，没有背包，所以不能放。这样怎么用啊？哦，这是补充水分的，然后这是吃食物。这个嘞，这是干嘛的？算了，哦，他想上厕所，要在哪边上厕所啊？我们在这个地方上厕所好不好？他还打马赛克啦！哦，他这样子在我的门口尿尿，这样子不太好吧？我还踩到我的尿了。Oh my god！我们先逃离这个地图哦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看一下。
OK，奇怪，这个红色的是什么？丧尸要来吗？12个小时。那我们最近的地图，哦，这边可以前往到这个，这是石头的 field 吧？然后它有木头、石头、矿，然后这是漏的是什么？就是好像是宝箱之类的东西吧？那走路的话12分钟，然后如果你用闪电，那个就是你可以在15个闪电就可以跑过去了，那8秒钟。这还蛮酷的一个可爱的小游戏。OK，Enter。OK，我们一开始到这个算是别的地图啦，然后这里我可能需要工具才可以开挖。那我们先开始捡一些食物好了。捡食物的时候，下面会获得经验值。我不确定它升级会怎么样，我现在还没升级啊。我看到中间有红色点点那个丧尸了，我昨天遇到一个丧尸拿长矛的，我不确定是不是玩家，他几下就把我干掉，然后东西就喷了，快升级了，升级会获得新的东西吧？我猜，再让我捡一下。OK，我现在升级了，升级有什么东西啊？看看，哎，奇怪，哦，这个我知道了，中间这个有个像扳手一样的，它可以制作东西啊，哦，这学习需要一点那个学习点数，我应该要做这个箱子吧？啊，这个水。工作台，然后吃东西的地方，然后这是哦，我知道，我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哦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天哪，我先跑回家好了，我这样来回就要30点呢，然后一天有哦，它慢慢的升那个 energy 那个能量，我先回到房子里面去，Oh shoot！OK，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房子哦。OK，先把这个，我先盖这什么 workbench。哦，这个我没有东西可以盖啊。我是不是要先做这个 craft？我觉得是要用这个。哦，它有 spear。我看一下 pickaxe。我先做这个 hatch 好了，它可以砍树，砍树的话可以获得木头。然后，哎，木头都满了。OK，我先装这个 hatch，然后攻击有7个，我先把这个树砍一砍。获得3个木头。盖一下其他的东西哦。现在获得了这些木头的话，可以盖这什么啊？Pickaxe 是哦，这石头的。我们先做这个 small box craft。哦，我现在 inventory 那个东西满了。哇，我这样东西不够。东西可以丢下来吗？我看看啊。这是哦，这个是这样子怎么用啊？啊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做我先把这个东西丢掉好了，这个好像删掉了，有点可惜。这个背包要2个绳子，算了，我觉得还是我先学习一下东西，这个先学一下啊，这个没有绳子，不过可以先学起来，然后这个 spear 是可以 hunting 用的，hunting。然后这个是吃东西的，哦，这洗澡用的，这个是 grow，
应该是做这个，先做这个。OK，OK，、OK OK, 我们现在呢，先把这个垃圾丢掉吧。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好了。然后我先 create 开一个这个箱子出来。OK， 把这个箱子放在一个地方。它算是一个家具，我觉得。OK， 我终于可以把东西放进去了。这东西丢进去，这可以丢了吧？OK， 我现在要继续做一些小东西出来。Campfire。我继续做一些砍一些树哦。哎，所以它僵尸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捡的，是不多一样。看一下他的家具啊，没有东西啊。这个呢 ，spear， 啊，这个没有 pickaxe， 不能装。我还差一个石头啊。像我要再捡一个石头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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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到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做个石头出来。No， 这个水声也太大了。啊，好吧。我们今天实况先到这边，然后我下一次研究什么新的东西的话，再跟大家分享。那先到这边喽。